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瑞。那么今天我们将给您带来的棋局是第22届阿含铜山杯中国围棋快棋公开赛的决赛。那么今天也很高兴和曹大元老师啊一起在演播室，来共同关注这个阿含铜山这个决赛啊。曹老您好。哎，你好。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个阿含铜山前一段时间是。先在网上进行对，是吧？然后又是在的，北京进行。哎，哦，他是也在成都进行了这个预选赛，本赛是在北京进行。对，是的，接下来这个决赛呢，就又移师到了这个成都武对，侯祠。是的，这次决赛呢是今天进行的，然后后天8号呢要进行中日阿含铜山杯冠军的对抗赛，是的，是的，今年因为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有些赛事的日程，就是调整的比较多。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呀，一会儿又是那个在成都的线下的，一会儿那个本赛又在线上。对，是。然后呢，这次呢是紧挨着两个比赛同时下。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比赛的画面。比赛就是聂采用平中九国段啊，对，宣布比赛开始。对方30秒一步，有那么今天，一分这个晋钟级决赛的两位棋手呢，也很巧，他们之前都分别拿过阿含铜山杯的冠军。对，那么今天也是他们向这个二冠是吧？第二是的，冠发起冲击。黄云松和龚子豪，年龄相仿，也是现在我们这个年轻高手啊。对。我宣布，哎，龚子豪大一岁，龚子豪小一岁，小一岁对，小啊，一龚子岁，豪98年，98年，对，黄云松那九个四决年，赛，而他们两个人呢，你看年龄相仿，又是同期入段的，都是2010年入段的，同一届，同一届，可能也是好对手，对。这两位呢，在快棋赛中成绩都非常不错。你看，都拿过阿含铜山杯的冠军，龚子豪还拿过 CCTV 杯的冠军。在这个预选阶段呢，当时是有100多名棋手是到了成都进行这个线下的对局。印象中好像也是阿含铜山这么多届以来就是第一次第一放次，在北京以外的地对，方，将这个大型的这个预选赛放在了北京之外的赛场，棋城哈，成都也是被称为棋城，围棋氛围非常的浓厚。对，他们好像象棋近2年来也不错，国际象棋也是很有传统的。有这个棋牌的传统哈。对，因为我国际象棋的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我们刘诗兰，应该没记错，应该就是成都了。好的，那么比赛是在今天中午2点15分进行的，曹老。那我们先跟上这个比赛的进程。好的，刚才我们从画面中也看到了，经过拆卸，是顾子豪是直白。白，对，黄云松的黑棋。因为刚才我看的画面，一瞬间是产生一点错觉，就觉得是那个顾子豪年龄大一岁，因为顾子豪是抓子的一方。对，抓子他们是不是但先是以段位为准？可能是以段位对，顾子为豪是准，九对，段，是。黄云松是八段啊。那么黄云松是第17届的阿含铜山杯这个得主。差不多5年前。对，然后三年后呢，就是顾子豪第20届的这个杯主。这两位棋手相对来说，应该顾子豪总体成绩会好一些。对，顾子豪在这个最新的就11月截止的等级分来说，他又上升了一位，第二位了。第二位了，到第二对。位了啊！本来第二位是杨鼎新，杨鼎新，他和杨鼎新就两个人很交接近替，对，就是经常是这个轮流坐庄。那么相对来说，黄云松呢，等级分好，现在是24位还是第25位的这样的一个，是吗？对，有一点差距。我是觉得是还今年就是下半年以来，
黄医生成绩还不错的，他是又上升了两位，上升了两位才。我以为他本来我的感觉应该在25位左右，对。然后因为最近我觉得他赢棋赢的比较多嘛，我觉得他应该到20位左右了，还是在25位。24还是25记不清了。但是虽然说等级分他们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差距，但是曹老师不在这快棋当中，或者一盘棋来说，这个胜负还是很难预料的。那是肯定的，对。好，双方各自挂角。挂角飞压。这个飞压也是 AI 现在所推崇的。这个安安同山的用时是每步棋是30秒一步，之后有10次一分钟的读秒。那么开局他们我看落子还是很快的。这个是小飞。白棋加在这里。加在这儿曹老师不是现在也是一个AI 推荐的这个下法。对是的。其实他这个是下一步他的早点很明确，就是有一步这个剑。下一手对。剑的话就明显是瞄着这个拐段。对啊，你走这个太痛苦了，黑棋。逼迫你把黑棋来做这个交换哈。是的。这个棋最初白棋用这个飞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防止了黑棋在这里顶。这里顶的话现在是就是什么手段也没有，对。就这么就吃掉了。假如这个是跳出来的最初，那么现在黑棋可以冲了力。这个时候不能吃在这儿了。不能吃这滚打的把它吃掉。对。白棋应该是接上。只能接。那么黑棋吃掉。对，黑棋吃这个。是。有这样一个手段。对是的。如果这个子是在。这里那就什么手段也没有了。这个就不能立了。区别就在于你现在立的话我这就把你吃了。对。这个子是在这个位置上。不是在这里。这个一路之差，对，就是杜绝了这个拖的手段。对，因为没有拖的手段呢，所以白棋这个紧逼呢就显得紧要了一些。对。他反加的时候黑棋是脱先了，挂角。他也不好硬，但是我真不知道被白棋下这个的话黑子怎么硬。白棋马上对马上来追究你的形状。那么黑棋干脆继续脱先，把这里看清。走不好的地方就不走了，因为他现在是这样，这地方你真要冲过去的话，黑棋还是可以有这样的手段，比较灵活啊。还有腾挪的余地。对。不过这个地方是，怎么说呢？虽然我们下棋的过程中，我们尤其职业棋手经常有个口头禅，就下不好的地方就不下。实际上这句话的反面呢，也正是说明。你已经碰到了某些为难的地方了。是的。你是作为首先你是为难了才有这个下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这状况了。黑棋没好的硬手，所以他脱先。干脆脱先。那现在这个是局部的长形。是吧然后脱，这也双飞燕现在非常常见的下法。接下来这时候黑棋是选择的小尖。小尖还是比较积极啊。比较积极，对。他可能对这个这一带白的进行了夹击，就是直到这样的夹击他应该有所心理准备。对。假如讨厌这个夹击的话呢，他可以在这边开拆。对，拆二是比较稳健的，把自身先拆二是比较稳健的，先做一个拆二比较的扎实。是，这地方不过他也有一点苦衷，那白的也很容易成型，就点一个就盖住。对，但是他接呢是积极的下法。不过被这个白的加这个，作为白棋方来说应该没什么不满。是的，因为尖的话暂时这个冲撞不太成立，因为自己自身也有断点。对，所以他现在是跳这个。
这个只是有这样个将来有这样的手段啊，先保留。那肯定是要瞄着的。对，这个白棋刺一下，然后白棋的一个权力就地生根了，二路小箭。嗯，二路小箭，马上小箭。这个脚步白棋应该是活行了，除非黑棋是搬了再连搬。嗯，这是一个解。嗯，然后现在黑棋拖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拖呢，白棋是能拐的，嗯，是吧？嗯，就黑棋其实他也知道是能拐，对，但他选择的是拖完粘。这局部好像总是有点亏。但是这个时候被白棋冲过来了。对，白的厚，喜欢白棋的棋形、嗯。然后黑棋还拖先，黑棋不能飞一个吗？特别想飞这地方。对，这个飞好大呀。嗯。想飞，这肯定是一个好点。对，他实战是在这边贴起来的。他不飞，他贴这个、这个白的舒服愉快，白的这个是先手。对，马上虎下来了。嗯，上面突这个贴曹老这脚上是有脚上应该没什么起，除非就是说我刚才提到过一句，就是搬了连搬。对，除非是走这个比较这个开劫的，这个黑的也很重，黑棋也相当重。这样子白棋如果打吃黑棋，另外一路做劫。另外是这个口，实际上黑蓝没有完全收住。对，有味道。几乎就是有个头在外，好像能联络是吧？他能冲个家吗？冲个家，冲个家的话，他是这样啊。首先，这个在这边白的厚的情况下，有可能成立的。就算这个扳不成立，最简单的这个家总是成立的。这家你也打吃，只有打吃，我一做劫、这个另外总是有个劫。对，不要说很多种情况下还有可能有搬出来，所以这个劫基本上不能考虑黑棋、啊。但是作为黑棋来说，我想，它的原意啊，就是封住这个头，也不是为了，对白棋脚上的死活有什么想法，它是主要是一个自身的联络，然后可能上边这个加过去这个点比较好。好，现在白棋虎下来之后、黑棋这边还需要补棋，肯定需要补。不补好像不补绝对是要死了，对，绝对是棋。那相当于被白棋先手虎下来了、对呀、这个还 是、白棋没有什么不满的，并且这个角在一定的情况下它也是个结虎，就是我先点一个，搬连搬，就是跟左上角这个棋形类似，啊，也有个劫，打次也做个劫。对，白棋一旦劫财有利的话，还是有这样手段的。对，白棋是挂，白棋现在搬出来，先挂角。哦，对，先挂。其实，我想一定也有棋友会赞同我放了这个点，这个拆二、对，对，拆二也是个明显的好点。哎，完了，他这个呢，就是太有挑战意味了。嗯，就是挂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搬出来了。搬出来，你如果断，我是接上这个子呢，是起到了引针的作用，跟针子有关。啊，对，本来没有这个子，肯定一针就针掉了。有了这个子呢，争不掉，它可以跑出来。嗯，它实际上呢，这个是比较狠的一个下法，就是想让黑棋先在这一带补一个。当然，就是这一类的棋吧。不过这个黑棋应该是不会这么下的。如果说黑棋下出这样的棋的话，今天的黑棋这一方不会站在这个阿汉同学决赛的舞台上了。是，这个被他拆了，这个太不像话了。就白，所以黑棋的效率有点低。是的，所以黑棋实战必然是在这里夹击。对，正面的迎接挑战，他就搬出来在战斗。嗯，这个两位年轻人火力很旺啊。这个黑棋需要搬接。他们二位呢，同时入段啊，2001年同时入段，但我看了他们交手战绩。好像并不是很多交手是吧？对，他们交手，他们两个就是能查到的有五盘棋啊，才五盘棋。对，那曹老，您觉得是不是？对，少了。这个入段了十一年了，对吧？嗯，就是哎，
按说他们之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应该是在这个就是说冲乱的这个席之间就应该是。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就应该下了比较多。对，这不过呢，就是说，因为可能就是因为顾子豪成绩会比较好一些，相对好一些。他是在围甲中下的，基本上下的主将位。嗯，黄韵生担当不了主将的话，就碰面就比较少。啊、哦，对。嗯。哎，他现在这黑棋是扳接二路。这个，然后长出来，嗯，长出来这个就有一个断点了。对，这里马上断。但是这个地方黑的为什么不一路先搬一下呢？现在黑棋要不你说搬这里是吧？为什么不能搬？搬你现在也不能断我了，断我就吃了，接上就行。嗯，嗯，做什么都行啊。你现在拐出来，我就把你那颗子吃了。这样的黑棋在脚上能做活。好像是可以搬一下。对呀、啊，他如果拐的话，被白棋一挡，黑棋一挡就死了。对对，好像是可以搬一下。对，不过他好像一直能搬到，搬到是不是觉得也不一定便宜还是怎么的？就是搬到不便宜吗？不知道，我觉得总便宜的。对。但是两位棋手都不是很看重、这个，好像把这个搬并没有。不太在意是的啊，是。那我们看他进程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扳，他是跳补了，跳先补一手，这里肯定是要补棋的。嗯、然后，啊、哦，对，白棋也跳。其实他要扳，他也能扳。扳的话，他是不是怕他不在脚里硬，或者说这里先联络？他觉得这两个交换对不一定便宜，不便宜是吧？对，有可能，因为这个是，跟黑棋的根有关系。嗯。因为你现在是不能冲了靠嘛，冲了靠我要搬出来，是有这可能性，搬不着。嗯，现在黑的是这个没有，黑棋是走这个，嗯，棋出头是吧？是在这里出头。对，啊，白棋上面先交换两手，他是打这个。嗯嗯，对，打这个比打这个要好。打这个被他先立一下，有很多种的不愉快。因为第一很显然，这个小尖是先手。对。然后就是你现在好像对挡哪边？不太好挡这里。这里的话，我拐出来，你这个棋形上不太好。嗯。我如果就只能，我就如果虎的话，虎的话，你让你被全撕扑了打了，都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啊。哦，总是有问题了。对，那我如果说黑棋挡在这里，肯定都是不好，也不太好。对，这个他有尖了，这个还有拐。对，所以他打下面总是对的。对，能打下面总是打下面，因为这个计算。对黄韵生来说并不难，因为就显然的就是看到了下面这个手段，就是白的拐的手黑的怎么硬，嗯，这是个问题，只要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这个绝不会有问题。对，当然，就这个绝不的问题，对黄韵生来说肯定不是问题，但是我想对有些棋友来说还是要想一想，是，就是白的拐这个手黑的怎么硬，要稍微计算一下 啊这个局部。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棋形、嗯。那么，因为这个棋形一会儿会在实战中出现，我们等一下就在实战的进程中，我们再、介绍这个先给大家保留一下啊。是。他现在是下边二路爬。爬。这里因为他多了一个子，对这个跳。已经可能跳不过，不太、嗯、对吧？联络上有点问题了，他所以爬，一起贴，嗯，黑棋在拐啊，白棋拐，嗯，这个拐马上就拐了，我们就看见黑的硬手是夹，对，这一定是夹的，这个地方是要注意，不是接在这儿的，接在这儿的话，那个基本上局部马上就出问题了，对。
所以他的家是能够成立。家这里说，白棋只有两棋，如果说白棋吃这个的话，黑棋可以吃这个，对，这是一兜个底打吃一下，手筋，对，这个黑棋把白棋吃得很漂亮，对，正好吃掉，对，一气吃，对，嗯。不过可能有，可能有棋友还会有疑问，这个地方我立下去怎么办？因为立下去，你如果接的话，我这个一栏是可以冲出去的。这个地方有一吃，你还会出问题，尤其是只要这个地方有个力的话，是肯定会出问题了，对吧？所以力的话呢，实际上黑棋是不用接在这里的，可以接在这里。你现在打吃的时候，它有另外一个地方的一路包打，它打在对，这里，还可以，依然是这个一路的对。手劲啊。这样白棋还是被吃掉对，这个地方的计算对于他们二位棋了。手来说，就是1秒钟的事情。对，可能1秒钟都不要，好像是。但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白棋的下一步在哪里？这个不是1秒钟就能看出 来的，我觉得。那他是下在这儿了，在外边找死。对。现在的这个焦点就是这一块啊，这里双方的一个攻防。对，首先黑棋是要寻求一个这个眼位，是吗？对，是的，寻求眼位。黑同棋时是呢，要对，白棋自己呢，其实稍微也要注意一点，将来如果被有黑棋搬一到的点话，点，有一因点为这点里我有吃了提着之后，白棋这个扳是先手，所以他这个脚步也基本上是活了。那总的来说，主要是黑棋自身的这个对，黑棋现去在当然这个棋也是找需要眼处位的理，问对对，题。他是扳了这一下，这手棋也是挺凶猛的。那你从这边来的话，他可能就往下立了。黑棋这一带的眼位还是不够，所以他是走这个，那非常显然了，白棋这个点是一步好棋，顾是子吧？豪这个他的棋路一直都是比较犀利的，比较凶。点。是，确实比较凶。你看他下一步，他藏在这，把，点完又长，哇，这对，个。彻底就不让黑棋活呀。对。黑棋现在得去找眼，搬下去，对他是对，搬的，然后黑棋，白棋加，是，接上白棋突破，先一扑，然后小尖，对，尖在这儿，这个如果这打打打，挤，这儿会有半只眼。是。这也会有半只眼，这儿有一只后手眼，这儿有半只眼，一个半。哦，白棋继续跳啊！哎，白棋不担心自己这边吗？这边，他现在是这样搬这个，对，我如果搬一搬一个。下，他是下什么会？会从这走过去吗？不至于。我也看看这个接下来下什么了，但黑棋也没有搬，黑棋实际上是打吃，对，他因为这个地方被他有个搬过，是吧？有对，搬过哈。搬过如果有说个刚才劫这嘛。个时候黑棋是搬这儿的话，这样的是一个劫，然后打上来。对，打上来是。这样的话就是开劫。我打次这个呢？打是这个，打吃我，那我只能你吃走这吗？个。你可能不能不我走？不走啊，我还可以不走啊。不走，看看这个不走要的算话，气，不如走果直接消把它劫提掉。啊，对，然后我吃这个，我不是黑白棋下现在，
哦，对，该白棋了。现在白其实棋。白棋冲出去，是不是黑的也有点支离破碎？黑的直接吃这吃个。这个，嗯。脚上对杀是，我还可以先外面先断一下，是对，吧？现在就断。还有脚上现对在就杀，断了。那肯定是使黑棋把白棋吃了，有眼哈，对吧？他眼吃杀。掉，这转换怎么样？是转换，好像白棋也不坏。也不坏哈，因为这几个黑棋的棋筋其实还需要接处着理一还下。有一个图呢，就是他就先，当你搬这时，他就应你。这搬好像双方都没怎么看重。就这个时候啊，白棋就走到这儿，你就硬一手哈，啊，哎，我硬一手，我如果我硬一手再的打你吃呢？看，再打吃，再打吃，他好他像扑吗？扑这个，扑这个是有可能啊，你这个扑的话，我你就扑不这能个，提，对，但我这个是扑出问题的。不能扑的提，话，提我就吃这个。这个时候你吃这个，我就提这个，接上，对，我再煎这个，煎这个。对，这个白棋要，不入气，这个黑地方棋不不入入棋，那气，黑子就对，坏了。就说我扑是。扑不能提，那他都可能后手。扑不能提的话，他得吃掉，他只不能是扑白我还可以，是不是先吃好一点嘛？好不好？有可能好一点。精益求精一下好，哈，有可能好一点，但他得吃也这不个，进来，好一点，好一点。再扑是吧？再扑他只能吃这个。对，那就是说这个班也没多大意思。有这个扑的，对，白棋有扑的这个先手，是。难怪。所以这里黑棋在上面没有搬，黑棋打吃，但黑棋打吃，你看要来黑的克不服。搬，白棋也补在这儿，挺奇怪的。白棋是不是觉得自己这个扳是先手？对，搬当然是先他手。扳是先手，他就不想立，对。他就假，比如假设他是看作这样的交换，他现在是这么补，对，它是补有好处，就黑的这个挤呀、啊，就刚是对，这个挤就变是成说，后手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棋形，黑棋的下一手棋往这里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这样的棋，应该是搬一个，搬一个走啊，你补吗？不关键补，他没有不想交换这啊，两不想个。交这两个可以，那是个单立，他单立，单立的话，就以后黑棋走到这儿它就活了，这两个子你接不归。很明显就不贵，这地方也半个眼，这地方也半个眼。对，那么他有这里之后呢？现在我这可以接回去，这可以跑回去，这里你没眼，所以黑的只有一个眼。这是后手眼，后手眼，后手眼，三个后手眼，对，一个半眼，对对其实还是对这个棋对。三的威个，胁大一些。不是，没有，不是三个后手眼，两个后手眼，就是一个眼。哦，这个这个没有了，没眼有眼哦，的话，对，你三个后手眼，我们这个经常说的三眼两做，两座，你先走一个不就活了吗？一个眼做出对来，对那两个半眼就是一个眼对，嘛。那现在他就是为了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是三个半眼黑棋，一个半眼，这也一个半眼，这也一个半眼，就黑的一走，黑的就行了。黑棋并且要注意一点，就走到这里。当然，我这把这提了也可以啊，就是也活了。你要接回去，我是几十先手就行。所以这个棋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棋，白棋下的话，它下在这。他其实还是盯着你黑棋这个不活，对，下得很比较狠啊。是的。然那么后黑黑棋棋粘这个，粘这个，粘这个就是说我下手要就扳搬你了，对。啊，扳的。因为你现在不能搬，刚才我们说的搬没意义嘛，他就扑你一个，对，扑这个你还是要对，吃你回要去，提他再提掉，所你以没他啥意思，要他吃吃这个，这个，你不走的话，先下一手白棋黑黑棋棋要搬扳进了。来，搬进来挺痛苦的，你自己走这个其实
还没火，还有个节。对对对。并且你目数已经亏了，以后再补回去也亏了。所以黑棋白棋利，那么这样呢就告一段落。哦，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哈，在里边。现在就该黑棋做活了。对，黑棋要做活。黑棋现在就是两个后手眼，是吧？两个后手眼，很显然，两个后手眼。当然，黑棋其实外面它这白棋的封锁并不完整啊。对对对，对的。嗯，黑棋现在挤在这儿。嗯，挤在这儿。嗯，是，希望能做出一个眼嘛，它先能做出个先手眼。就你挤的话，我如果接上，它就可以把它提掉了。对。这个断点看看白棋补不补。对。白棋现在好像是如果粘这个有点发力太猛了吧。哦，这背一段要换。对，这个可能这个有点。不行，肯定是不行。发力用力过猛了。他还是补了。他还是补了。补一个应该是正常的。对。嗯。正常分寸。补的话黑的也没有老老实实活。嗯。黑棋现在单提明显是做活的，活了，嗯，哎，但是他想要追求一下效率哈，想活得更好一点，对，他是加在这儿，嗯，然后白棋顶，他再拐出来，这样下。顶在这儿，曹老，将来白棋是能粘回来的了。这个对呀，是啊，那粘回来不是他粘也先手吗？嗯，所以白棋是要往外冲，对，啊，再冲。这个图有点好玩。对。因为这棋是这样，他好像走这个的话，也绝不是活了。嗯，对，这样的话他不能接吧？接冲过来一冲就活，但是他可以挡住这个。你如果就这样求活的话，黑棋是不满意的，被白棋在外围紧紧的封锁住了。嗯，这样的话，当初黑棋这个反夹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是，他是要求出头的，所以他要出头，他必须要出头。长，嗯，长。那白棋又把这个接回去了，继续对黑棋的整体进行攻击。嗯，黑棋拐。对，黑棋是看着这口气是紧的。紧住气了，因为走这个，如果黑的在下部提掉就活了。如果提掉，你要白的要接这个的话，你看这地方就有个打吃，所以它拐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假如不是气紧的情况，你这口气比如跟白气没关系的，嗯，白的这气松着的话，这个拐就没多大意义，因为被正好抽白气一扳。对。嗯，这个棋，接下来它是白棋是扳了。嗯，既然是这样的，对，刺是吧？刺，这是一个死机，就是你现在也不能吃这个，吃这个的话我就扳出来了。这个气紧了，也能出头。那么在你这个吃之前，我先点到我是便宜的，因为这个棋形啊，很可能就是会被白棋接上，嗯，来破你的眼。那这个时候你外围这个点就点不着了。这是一个时机，时机，抓住机会，或者说时机非常好的一点。点了一下之后，它就出来了。是弯。嗯，我感觉总感觉黑棋啊，对，这个，还是有点苦的，对，还是有点苦。嗯，不过不管怎么样，你他现在虽然从这个夹缝中出来了，嗯，但其实自身就是一个眼，只有一只眼，就是一只眼。本来刚才其实是能够做活的，那活那么就苦吧。他现在想活在白棋的空里，对，嗯，有追求一些哈。是
开始跳。这棋很想很想就这么顺着就过来，不知道会形成什么结果。对，这怎么样？因为白的这个是先手哎，那完了，一点的一般就死掉了，所以这一带。其实黑对白棋现在要是从这个方向过来，感觉也不错。那白棋自身它其实是应该没，比现较在应该厚，是没问题，比较对。厚。我这个方向过来是这样啊，就是说他会写什么？他会走这个，挺奇怪的一个棋，因为你再走的话，可能顶一个他想活，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他也就往外走了，甚至走，死可能不至于。好，我们看一下他实战，他实战走这个。这个白的也还行，好他其实像。他的意图也是把你往下赶。他虽然飞到这儿，因为你从这边出不来，对，是吧？但不，他肯定或者说，黑的总是要从这里出来。对。黑的还有一个下法是走这个，其实这个也没多大的意思，就先不出，先往这边转，走这个。对吧？我这一段嘛，当然他有可能就从这里把你这个吃了，他就转身了，是是吧？有可能。你另外好像还跑不了，对，你断哪边吃哪边，不，是吧？并且你还他好像还不好出头，这个地方，接上把你这个眼冲掉，然后再一飞。这样的话，怎么感觉黑棋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对。所以这白黑棋是挺苦的，这地方。这盘棋黑棋确实比较被动，有点被动，是的。对，就刚才从前面好像被黑棋白被白棋下抓住了啊，对。抓住之后呢，谷子豪走段还是没有轻易放手，对，不放肆，不不放放肆，手，对，抓住这条大龙了，是，然后这里他飞就是冲段。对，冲断的话，他就是还其实还不是轻易的要给黑棋活，他是不是冲这个？啊，他先吃这个，这个也一样，提掉，然后他提调完了再挤，他是这个次序，实际上也一样，先冲对，再这回一提样调。一样，因为这个棋。走别的不太好，比如说走这个的话，他可能就可以靠这个。靠这个。这样的啊，他要话，靠这个可以做活是吧？他可以爬回来。爬回。这样的话，白棋自己有没有点当然不，危险？白棋还好，他活呀，他有这个活棋吧。他自身可能也会有问题，总有问题了。其实他挡下来，你也是有问题的，可能。所以他挤这个应该还是对的。这黑的很难进火，好像看上去。这棋啊，是吧？对，现在黑棋提的时候也是问一下白棋要不要再杀，是吧？那肯定是啊，还这是肯定本必须身得有下。目嘛，已经走出这样冲了拐的棋，那肯定是破眼。这棋黑的真的都走掉了吗？这是其实打当时将黑棋就是哎，加之前呢，觉得这块棋好像没有那么危险不啊。加之前他已经活了嘛，他就对。不肯就是活想要的，活得，对，先活得好一对，些，更好一些，对，怎么下着下着这个，这有点危险了。本来是没有这个生命安全的。这个肯定是读秒了。现在你看，这个都打掉了。这个在某些场合应该是绝佳的一枚劫材。他现在这个是搬了一下，搬了一下之后，你倒还有是别的棋吗？能够，
不会净死哈、也不好说，我觉得。至少能搬大不件。是，不见得，万一人家跳呢？万一人家跳呢？哎呦，哦，跳我冲！可以，哎，冲我打是这个，不行啊，我可这以样还跳。能死啊？天哪，啊，太凶了！那就是说，哎，我有钱吗？冲这个，您吃这儿。嗯，我搬日先生但没是用现实啊，也没有，就让我吃点东西。就这么硬吃了。哎，他有个，现在我看黑的有一个下法，嗯，立，看看有没有加出去。哦，加出去也加不出去，白的拐，嗯，你不能加，加我这个顶是先手，哦，这个下来气紧啊，黑也不棋。行。那这样的话，拐肯定也是不行的，是吧？跳，对，实战就是跳的。这样啊，实战就先这样了。对，啊，我们看一下啊，实战黑棋，这一块因白为棋下黑的棋，黑因为棋现在太这个酷连了，扳是不行的，嗯，连扳白的就要就有跳，跳，真是有跳，一跳一跳真的不行吗？被好像不真行的了，不行是吧？这边打是先手，打这先里手黑棋，对，黑棋打是先手，没用，这不够欠美景，啊，差这老有口爷子了，气，等于差一口气，还差很多嘞。没啥大用。一跳要死，所以他只有立。哦，这个太苦了。太苦了，太苦了，要靠这种来做活。能活吗？就现在对白棋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不么是，负担啊。你看这棋能活，也不能接回去吧？接我虎，这长的话，我冲了挡住，你能活吗？对，我就现在对白棋来说，是不是没有负担？就是你即使黑棋活了，它也没有什么压力呀、啊，而且基诶，本上攻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损失吧？这个棋对呀，是目前是，那白黑棋太苦了，就是你奋力做活了，也没嗯，有收获，也很小对对，啊，这个很苦，黑棋太苦战了。哎呦，我们看是这个棋是这么来的，走这个。嗯。拖这个，拖，因为长不行啊，长显然不行，那挡住了，挡住了，嗯，冲不出去。那他拖这个局部，如果这样的话，白棋假如冲，黑的挡，白棋吃这个，这是个劫，对。对吧？这有个劫。就这个劫，白棋。打不过他，还能再粘一步，是吧？那你粘，但是粘时候我就可以退，我也舒服很多了。但这个劫白棋真的是没什么成本啊，没有压力。那不是，是，肯定也是白棋好，但是总是个劫了。黑棋类似于找这种冲啊，应该都是劫材，这个劫，也是劫材，对。嗯。这个有一些本身劫，嗯，但是。还是很苦。对，还是苦。这个这局就算这样打赢也没事。不过白棋还是，白棋怎么看还看是白那个？棋下的，白棋还是冲这个时候。白棋好像是，即使是这种无忧劫，他都不肯让黑对，棋有所得。他下的是挑了个最凶狠的下法，搬这个感想觉是想净吃的样子。一举毙命啊！想让对黑呀，这棋，太凶悍了。嗯。他现在挖街，这棋感觉好像白的也是行的。不过，如果我们看看这棋，这样棋局还是会显得很精彩。好乱呐！不，但是他有金不归啊，我怎么觉得？他先铺了一下，是吧？铺了，如果说将来白棋这里补掉，不是我怎么觉得会有接不归呢？就是这一带的棋形啊，嗯，这两铺掉，不是接不归了吗？就是当然这个断点补掉，说一定你接不回去吧？接了角子叫接不归，我没看错。已经解不归了。你看有接不归，有接不归黑棋，那不行啊。差一手棋等于是，这样白那棋现在先白的补，就补一个呗。先补一手，对，补一手。这里其实这五个子是在嘴里的，
对呀、啊。那确实是有点危险啊。那非常危险，不是那个了。哦，出现了很精彩的对杀。嗯，打这个。嗯，立，吃掉。嗯。然后，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就是只要扑一下，一粒，这是机不贵的，对，所以黑棋就是不能用这些，比如说通常的常规的下法，这被一粒就不好了。黑棋居然是有这个扳，这个顽强的手法是吧？扳了一下。扳它只能长吧。嗯，只能长，只能长，他还再顶一靠，下，对，下来，叫吃，接上，扳扳住，住，这样子也形成打结。对，这个结白棋是有一点，让白棋有一点负担，但是劫财怎么样呢？白棋一提，现在就看劫那财。这个是个解黑棋，这个劫财对对，嗯，这个劫财是要硬的。其他这种冲是不是已经还是劫财吗？这种冲是不是就不一定了？不一定是解，也是解，也就一个解，还关系这不种大。挤急就未必未必是是劫劫财财，不，了。尤其这样的情况下，一提那的白的优势太大了，对。至少黑的要打住这一下才能用。黑棋现在希望能打着一下，我们看到黑的，就这下希望能打着，嗯，再从长计议。白棋现在找什么劫？这个打，对，这个是这个劫材是必须要硬的，嗯，然后黑棋踢，哦，白棋是找顶这个。这个劫，哦。在这个很好久之前，这个黑棋跟白棋的交换了一个，在什么时候交换了一哦，前面之前有个交换吗？个？就是黑棋立，白棋拐的时候，黑棋立着白棋拐，黑的没有马上没跳，跳，就先这里打先了个这里将。走了一下。对，这个有点好处，以后我找这个劫的时候，你不理我，先手一走就哦，红。还是很细嗯，腻的啊。对。他黑棋是走白棋走这个，实际上他有一点点亏的。为什么亏呢？嗯，他本来是这样的，可以两扑，嗯，所以再扑。你发觉没有？这个劫黑的解消不了。就是单粘是粘不回去的，对，就像这样，就像这个给你打吃着了，你看看，对。现在。打这个劫，当然白的是当然打赢了，黑的就全是了。白棋暂时没有打赢，你黑棋解决不了。等于两手劫变成对，了，但是呢，黑棋这个白棋这个棋呢是比较黑的，白棋实战走的这是比较黑的，因为他好像还不轻易的让你这个能够打着。因为你现在打不着，我就走掉了。然后这是个劫财，然后他还希望下面这个也是个劫财。然后有这样的时候，他提这个的时候，再一提就全带响了。这个白对，棋的下法太凶残了，也挺狠的。太狠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他下都他的招招实都挑的战。最狠的下对，法。他走这个时候，黑棋是先这里。先交换一下，交换的时候，白棋居然还硬了。其白实棋现在提了不满意吗？不够满哦，意，他团一他个先先走手，活，团一先个走先活不手。满意，他要所以破他眼，破眼，然后哎，这个他粘住接过上，啊，然后然后提过来，他还为什么没有马上提啊？提了，
提了啊，提了，嗯嗯。提了。那黑棋在这叫吃，这个是明不确是，的一个我劫看材。它是顶。对，就这样，就这样。啊、哦。现在叫吃。它是这样子，曹老，它顶这个的时候，他走这个它走这这个，样，对，走，是吧？然这后样，粘回来。他走这个，他再粘回来。对，就是做眼的时候。这个是这样的，当时这个劫在黑棋手里，就这样的棋形。嗯，顶顶，这个次他序找要劫，然后他给它先摆清楚。走一个这个，走这个，嗯，就它没有马上粘，先交换了一下，对对对，然后再粘，这样确保将来这个有是一枚是劫是，材。然后他提，提。他打吃，其实那他那就说，如果他单粘的话，他担心团这个不是那劫材了，是吧？他。不是传这个，但在他这提在这里，又提在这里了，对呀，是啊。嗯，他现在是看中了这手棋大，就这样的情况下，嗯，我走这个，你现在解消不了这边，还没有解消呢。就说我，就是说他如果说他单粘的话，但就在不我粘提。这个。啊、哦，我提，对，你在做这个再活，找这他个应该劫的提时了，候，那就他应这个该时候就不是劫材了，是可能不是劫，可能不是劫材。对，他这个这种下法，他是认为对，他是为了造这个劫，是吧？是的，你说的对，是这意思。好，他团交换了之后，现在粘回来。对，是这样的，嗯，摘回来的时候。白然后棋白棋提劫，提黑啊，然棋后叫吃。这个是一个。对，这个劫材这个是肯定是肯定劫要材。硬的，对。嗯，但这个棋，然后再提，但这个肯定也是个劫也是材。劫材。就白棋算好了是吧？提，对，粘的时候再提，这时候白黑棋是不是没有劫材了？哦，这里要还有一吃个。一个，就最后一个劫材，哎，只有最后但一个劫是材。哇，这盘棋这是最后一手棋啊。啊，没有了。没有了，今天这盘棋有点结束的好快啊，啊，两点一刻开始的，2:01才开才始开始，吗？啊啊，就是不到2个小时哈，1个多小时，不到2小时很正很常，正，但半是小时多一一个点，多可一能点，不下到这，可能不是现在刚下，可能感前一觉会儿就有，已经有了。对，20分钟前好像就结束了。啊，这盘棋啊，一提他就认输这了，样是最后一盘一步棋了，对，黑棋就认输了。因为我们看看这里虽然是还有一枚劫材啊，对，这里应该是还有一枚嗯，劫材，然后，然后黑的提过去，嗯。现在白棋甚至于可以冲出去。冲这个哈，这个冲，但打要有不点要？粘上啊，不冲，不冲，这冲个这呢？个太冲这个还这是劫材吗？了。嗯，这个肯定是啊，你这解消不了啊。嗯，那我就冲这个。是，你打这个肯定也是输的很多，就算我把它接上，你也输很多啊，对吧？我何况还能再提，先提一下。不，我得接上再起。哦，对，先粘上。粘上我也其实，那个你也不好搬，因为我这有搬出来，嗯，我这个一个劫，这一个搬，这里还有劫，主要这几个子呢，白棋确实是不黑行，棋还没法消不了，是吧？不能消劫。消劫，如果锦气，我说这里啊，黑棋一手对呀，棋消不掉。如果锦气的那我话，这边提，还是劫。那不你行如果了，要粘回来。那我这搬出去了，提一个搬出去。对，确实很难。是不行，是不行了，嗯，确实是不行了。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劫也没找，是吧？就这样，嗯，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嗯，这样，嗯。
结束的图形就是这样。结束图形是这样。他提鞋。白棋一提，现在黑棋全盘就剩下这个劫材了。一个劫材也不管用。不管，对，这个一个劫材不够。首先，白棋是这边有些劫材。我提完，提完再盖黑棋下，可能才还差不多。还盖黑棋下。对，比如说提完还盖黑棋下，就是说，黑的提过来之后，现在白的，就是先不下，白棋停一手。对，是这意思。那差距还是可能有点大，可能还可以下，就是在这种结争的时候，白棋甚至可以停一招。所以我如果走到这里的话，对，因为你解消不了啊，你这个是被你打吃着了，打吃着之后，这是还是个两手劫，你要不叫吃，你接回去的话，我提一个，这个搬进来你怎么弄啊？不好办，对吧？所以白棋刚才，比如这个球形，你说的还能放一手棋的话，那就是完完全全没有，确实没有胜负。这盘棋真的就是从这个代开始，白棋黑棋是明显是能做活的，本身是活棋，他不肯做活，他不肯。对，想要活得更加的更活得更好一些。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白棋紧紧的抓住了。之后是从这里开始，看起来我这个感觉这个进程很快啊，对，好，一瞬间怎么突然就这块一条大龙就被吃掉了，这个龙也很不小啊，这很壮观，不小了，这个算很大的很大的一条龙了啊。所以这盘棋真是顾子豪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很恐怖的计算力啊，在这个快棋当中非常干脆的就赢下来了。这个这样的棋谱应该也是快棋的特点。如果慢棋的话，很少下成这样。快棋当中30秒一步啊。对。也许如果说前面那个保留时间用的多的话，是。后面就没有时间了，必须要在30秒之内落子。对。这个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另外就是有的时候30秒之内的就要落子，有的时候会有些冲动。尤其是形势不好的这一方。比如说这步棋从这个家开始以后一路进行中，就黑的就很苦，没有明确的可以做活的时候。对，他家被莫非这个家就有点过分了，他就是应该老老实实的做活。但是棋不加形势也不太好，我觉得黑的。就是如果当时老实做活的话，可能黑棋有点不满意，对，是吧？是的。那事后来看，可能还是是不是还是做活。对，那是那被吃了。被吃了这么一条大龙的话，那什么任何的下法可能从这步棋开始或者更早一点怎么下都比他这个好，不会死那么多呗。对。对吧，是。那不管怎么样，这盘棋顾子豪直白中盘战胜了黄云松，那么顾子豪也是获得了阿含铜山杯他的第二次冠军。第二次冠军，对。那么一天之后就后天，顾子豪也将会和这个日本的阿含铜山杯冠军许家元进行中日的对抗赛。那么中日对抗，我们也是中国也是大比分的领先。我们是 对我们好像是前21届是15胜15比6这样一个还是比较一个对比较大的一个差这个领先优势啊。是的。好的，那这盘棋呢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啊，稍作休息哈，我们一会儿回来。天元围棋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因为曹老，我们这个直播时间啊，其实我们是预留的是足够的，对。但是没想到这一盘棋这么快的一个，是吧？超快棋相当于，是。那么，但我们这个时间也不能浪费。它本来就是超快棋，本来就是超快。然后呢，在超快棋中呢，它又结束了超快。对。所以现在基本上就一个，可能不到一个半小时。绝对不对，一个半小时就比较正常了。对，这在阿含铜山杯这样的赛制里面也是算是结束的比较快的啊。一般就是阿含铜山杯的这个用时的规则，一般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正常的情况下。对。那反正我们还有这么一段时间，正好刚才一盘棋其实看的也是比较的这个匆忙，是吧？对，我们这个杀大龙的过程当中
应该期间还是有很多变化的，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对，好吧，曹老。尤其是我们还可以等待一下前方的那个传回来的画面，等一下会一会儿可能会给对这两位骑手啊，对，是吧？对冠军有没有一个这个赛后的采访？好，是，我们一边看骑一边等待。嗯，黄云松的黑骑，嗯，前面我们也说了，也是。本届呢也是两个前冠军的一个对决啊，看看谁能够获得第二次的这个阿寒铜山杯的冠军。其实阿寒铜山杯这个过程当中，就前21届、我看了一下，最多拿冠军的人是古力九段，就我们中方啊，对，他拿过四次，嗯，还是不算少了，21届拿了四次，不算少了，接下来刘星有过。二连冠，就他拿过两次，而且两次是连着的啊，还是挺不容易的。刘星，然后像柯洁啊，周鹤阳九段啊，也都拿过两次，之后好像就没有了，都是就是拿过一次，就一期一会了啊。嗯，好，嗯，这个阿寒铜山杯呢，这个是个传统比赛，尤其是他比赛之后还有一个中日对抗、啊，这个我们都说比较。大家是比较看重的啊。去年是不是停了一届中日对抗？对，不是停了吗？不是中日对抗暂停，是整个比赛。整个比赛暂停。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去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啊、这个很多赛事都受到了影响，停摆了。那么阿寒铜山杯也是今年就暂停了一届以后，今年恢复了，而且它是恢复了这种线下的线下这种大规模的比赛。对对对对，大规模是。这个今年是反正也算是一个对阿寒铜山杯来说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嗯，就是他线下的比赛、公开赛，这样大规模的就放在了北京之外的，对，啊，因为北京之外的话，确实，是会增加很多成本的，嗯，就骑手的吃住行，本来我们的骑手大部分都居住在北京，就是训练嘛，起码是年轻队员会在北京训练，嗯，然后现在比如说本届比赛是在线下，是在成都下，成都，对，那么很多人骑手都会到成都去，有差旅费，哦，对，也很多，对，当地也有接待的负担嘛，对对对、其实是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的、对，是的，嗯，好。这个开局双方各自挂角，各挂了一个小木。黑棋飞压了一下。啊，这个飞，这飞也是现在比这个就是三路跳和二路飞好像都有。对有对有。其实二路飞的话，就是在我的理解上来看，后来这个地方被他。连下两手的话，局部几乎就黑的没硬手。嗯，不好下了。对，就是这种，除非你也肯，那肯定不肯啊。这个贴一个，对，心情上是太难受了，有点难受。对，这个贴和白棋长交换，走完棋形你也可能还得再走一个，对，这棋形不太好。哎，对，曹老这个棋形我有怎么有印象，好像是这里飞的是吗？还是、是这个、没有不会吧？有没有？有，就有了之后飞这个是吧？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确实是，啊，还有这么一个印象。对，可以、飞可以下下、因为这地方，不知道，就是就是直接就是跟着他下，不知道会怎么样。靠在这里，这是 AI 的招吗？我不知道。啊，就您当您是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棋、是吧？是啊。哦，不知道，我很少研究 AI。靠一个，看起来挺像好棋的。不，看起来很像 AI 的招法。对，也许 AI 没有研究，也会选，也会有这个选点也未可知。不，就说，这个地方只要被白棋连下两个，他很难受。对。嗯，这个棋形黑棋是已经不太好找了。对。好、他下的时候黑棋脱先。对。然后白棋马上尖。
这个各行其事啊。那个不是这样，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了。嗯，啊，对，有一个是有一个是，对。哎，不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它这里先小尖了，把这个次序。这地方已经有一个，这地方有一个。这里我们要把次序摆好一点啊。重来一下。嗯，好，刚才给黑棋少摆了一个，现在是小尖。黑棋小尖。嗯，然后它才加的。对。嗯，然后是挂。就是说，对于这个两手棋，我不知道王云松有没有什么，起码是心理上的防范、嗯，就是说，觉得会不会就被对手吓到，会觉得很难受。按说，我觉得这种棋形对他们高手来言啊，现在年轻高手，对你说他一点准备没有，我觉得也应该也不会，是吧？是低估了这个威力吗？对，因为是这样，这棋是这样，我是。就是思考方法是这样的，假如你觉得对手加，你也就没什么办法。听着对手连下两个之后，连打两手之后，你在这局部还没有好的应手，嗯，或者说后来就还是一个吃亏的一个定型，嗯，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兼这个，先在左边展开，对，这是其一。第二呢，你下了这个之后，白棋这个明摆着要过来嘛，你有没有什么防范的下法？嗯，当然你刚才说的这步棋也许是一步棋。嗯，因为这棋是这样了，现在你再来的话，说不定我就是算了，然后我就有一个好点可以下。嗯，对，你现在的话下不到这个的话，我明显了，我把你冲断，那肯定。嗯，你只能下在这就很难受，松松垮垮的，所以。这地方呢，这个是没研究，就是说就这么一说而已，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说，是总是要有所准备的。那么实战这个样子呢，它是黑的挂，对，白棋接，黑的就是好像就完全就不理了。嗯，然后开始这个。好，我看到我们导播好像给我们提示啊，前方会有一个赛后的采访，啊、这我们肯定比较关注的，让我们一起。我们先看一下吧。看看啊、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嗯，好的。我首先这个祝贺第二次的冠军啊，简单回顾一下这盘棋吧。这盘棋其实我觉得开始布局阶段就是形势挺不错的，但是一度就是在那个攻击和继续去杀他之间产生了一些犹豫，然后中间所以导致中间那个棋非常乱。只不过后来对手应该是在做活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所以后来我那个棋拐吃完之后，我看清几个他应该是不行的，所以。那后天要和许家园下这个坑对抗。嗯。以前你下过坑是啥？后天这个对手许家园以前下没下过？然后，另外一个许家园在农村杯上好像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你自己有什么展望？首先对手许家园因为之前那个在日本的阿寒铜山杯上也是赢了景山拿了冠军，所以可以看出实力也非常强劲，然后去年农心杯上我跟他也有过一盘这个对局，那盘棋确实赢得非常非常侥幸，所以说从这么几点看的话，对手确实非常难对付。反正后面就是希望后天能够尽力去拼搏一下。谢谢。那这已经是年底了，你自己对自己这个今年一年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觉得还算不错，但是可能就在国际赛上还是显得非常疲软，就是甚至连那个选拔赛也没有能够过关，也没有参加本赛，所以说就是对自己在国际赛上的比赛不满意，成绩不满意。那你来成都比赛也很多次了，对这儿这个
有什么感想？来这边反正成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然后至于五豪祠的话，我们去年围甲联赛，我记得当时夺冠之后，我和队友还来五豪祠来玩过，所以今天再次来到这里比赛，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之前是以游客的身份，今天是以这个对局者的身份，所以感觉成都的话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好的。刚才这个是一个简短的赛后采访啊。我刚才也是听了一下这个顾子豪九段说明天展望了一下，明天将会和后天将会和许家园的这个对决。许家园现在其实他这个实力在日本也是就是应该他现在叫令和三羽屋之一。就是在景山之后他们有三个人。就是伊力辽、虎丸和许家园。对。就是应该说加上景山是他们日本的四大天王了，目前来成绩最好的四位。是的。而且许家园又是战胜了景山，这个拿到了阿寒铜山杯的冠军。所以应该说也真的是不能小看吧。虽然我们老是觉得好像现在目前来说日本棋手成绩啊各方面啊好像是稍微比我们中国棋手好像是要稍差一点，有这种感觉，但是不一定是吧。不是目前他是最好的。因为最近最火热的就是那个农心杯上是吧。农心杯吧，景山已经四连胜了，他是发挥最出色的。好的，那我们还是先回到这盘棋吧。好。这个双飞燕，这个只是打定式。白长。然后他是小尖是吧。小尖。这比较凶。对，小尖的话当然这个拆的好点就让给白棋了。对呀、是啊。就他东某也摆了，看能不能拆二是吧。对。拆二的话但是白棋也有好点。好像是不是也有人拆一的，不过这拆一我是不太喜欢。拆二嘛他有所顾忌，就是怕他点了盖住。这样子白棋倒是棋形也不错。是的。对，是有拆一。有拆一啊。有拆一。我是不敢太肯定。好像隐隐约约好像也有。但尖也有。尖当然更为常见。多一些哈。对，这局部的几个点可能是小尖是更常见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下被白棋这么逼过来。这是这个小尖比较凶嘛。跳他。先刺到。吃到白的就就地生根了。对，然后把这个非常大，这个、比较也，并且他也下的比较好嘛。这个如果说白棋不走，将来被黑棋，这里黑棋走是也是小尖吗？对，可以。黑棋如果也小尖的话，看起来白棋整体是不活的啊，很苦。白的要出大问题。要出大问题，所以这个不可省略是吧？这个小尖。对，不可省略。你接着我看看吧。另外他是主动的在。他拖了。左下角拖。这个定型是吃亏的。对。但是如果说贴他又。贴他不肯。也不肯。对。是吧，这样子也很重。你现在走不到好形。你现在走这个就没多大意思。他这个点被他走到了。对。是吧，这个白棋慢和黑棋慢一步。对。如果说就是这么平淡的往前跳，还是有些重啊。对，你这块棋其实也蛮重，白棋小尖了生根之后，它一个政治有利的话，如果政治有利，它甚至可以这里加，你走了把搬出来；政治不利，它直接走这个也可以。这样子黑棋两块棋都要处理。你看这个地方，下一步这个也很厉害，跳当然也行了，这个可能。更能让黑棋感到窒息了。对。
你要像这样做一点的话，太苦了，我真的办都不行了。苦活是吧？活也是苦活。所以这棋黑的也确实有难言之隐，所以他是在这地方，他如果不走是个什么样子啊？他如果冲这个，嗯，他再飞应该也不会全死呀。但他不走，现在白黑棋，比如说外面，那不是这样走着还走着，跟他后面一样嘛？他后来是这样，他是顶了，嗯。他先定型，嗯，这定型应该是算先手，嗯，这地方被黑棋冲过来还是大，对，所以白的连后，白棋连后呢，现在黑棋是很想下这个，嗯，不过这个地方，黑的白棋正有可能飞了以后，把你这个罩住。黑棋还是苦战，黑棋担心的啊。总而言之，哎呀，我是不喜欢这个黑棋了，这尤其左下角这棋形。对，如果说他要脱先的话，哈，是不是还是不如直接走过来？不顶啊。嗯。有可能，不过他这个是也算实惠呗。嗯，这应该也是他经过判断之后啊。嗯。但是肯定白棋好下，黑的是走这个。对，因为白棋这个它很舒服，太舒服，不用动脑筋，这里太舒服。因为并且走了这之外围也很厚，对，很完整了。外围很厚，相当于是一个把话。对，这一带也很厚了，就是说，不要说以后局面混乱的时候有产生复杂战斗的时候，劫财白的变得有力起来的时候，白的有这样的一个杀棋的手法。这个不是绝对没有的，对黑棋来说，这也是个定时炸弹。嗯，因为这个劫，就算你提过来，对白棋影响还好，不是太大。对，这就是个劫了。嗯，然后这一代是绝对的先手，所以这个头很硬的。是，好。正因为如此，白棋比较看重这个后势，所以它是这个是具有挑战性的这一卦。本来嘛。嗯，拆二也是可以考虑的，嗯，这局面就比较简单了。是，其实等着你来，我再尖冲也是一种下法。对，尖冲也有这个引争的意味。其实拆一个的话，这个棋战线可能稍微能够拉长一点。拉长，肯定白的也是白的好下。对，白棋好下一点。嗯，像白棋这种更积极。积极。这黑的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白棋马上就扳断，是，他不马上扳断，他这个挂角就没意义。马上开始作战了啊！谷子豪的棋风确实是还是比较，对，比较狠的。嗯，这个从这手棋开始就有挑战性，然后把这个挑战变成实际的战争。对。以后就绵延到全局，一直没有停过，一直到本局的结束，就从这开始是吧？这个战役就打响了，一直到最终的对收尾。因为最后这条边是不是都空着？对呀、啊，后面就没这边好像就没有再落子了吧？对，就从这里开始是战斗绵延到下方，所以这个谷子豪的这个战斗指数真的是。我们这盘棋是可见一斑。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赛后的采访是吧？那他还是比较的文质彬彬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和这个棋风上真的是反差很大。对。说人不可貌相啊。啊，现在因为这里有，他是扳粘，有一个断点是吧？嗯，他是扳粘，间接补断。但是白棋一长还是先手，对，主要这个不下他也没棋下。嗯，刚才是说这个，假如你要搬的话，嗯，搬的话黑白棋真有可能就跳过。对，因为这是个棋啊，这手棋还是挺大的，依然挺大。他就算不断是吧？对，不断，从这边下去也有价值。然后这个要出来，是过来他有断的这样的棋，你可能如果要防守的话是这个。嗯，这里已经下去了，我再出来。这手棋也是非常大的。其实这个
跳确实是也不小哈，曹老也不小、啊、也有价值，有眼位啊，对，也是在收搜根、嗯、对，所以白棋黑棋、不肯交换、不肯交换，他自己就先跳回来，就是你把黑棋搬的时候，白棋不是补在角的，他一定是走在这边的，应该是跳过来，再跳，现在断，先试一下硬手。这个断也未见得便宜，倒是黑棋应该总是这么想。对。然后爬。已经在去眼了，这个是。那么白黑棋是贴一手。就正常吧。白棋走在外边小街。白棋下面先拐。拐一个。这个好像这个局部白的是不便宜的，肯定是不便宜。那白棋可能还是要脚上刚才我们说的搬的先手。对。要这个搬的先手对他对局部的死活是有帮助的。并且就不让你搬嘛。对。你搬的话我就一扑。一扑。这个搬没用，还得补回去。对对对，那就后手搬了，那不行。所以他现在走这个，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就是瞄的这个点跟这个力，对，让黑的无法走到两个点。啊，马上点。这个很凶狠、啊，又很凶狠的一推。一点完，他这个是比较直接的。好，现在有一段啊，白棋黑棋要补，黑棋是这么要补，搬了粘，加过，这个都必然的。这手棋白的下的也很凶，跳住，瞄着有搬过，这样黑的棋整体是眼位是匮乏的。对，但我相信白棋跳到这儿的时候，应该是还没有动杀心，对吧？他。就是黑棋想活呢，现在还是活面是。对，就是可以活，让你活得苦呗。对，就是活棋是没问题的，就看怎么一个活法。我这活棋他后来不是可以活吗？他就他现在其实也是挺苦的，他打吃在这儿。现在就是一些白棋的意图就是搜刮一下。他先扑，他这里先扑掉。先扑掉了一个，对，扑掉一个才叫吃这这棋。要注意一点的是，好像整个的都接回去的话，这个是接不上的，应该是吧？大龙是要死的，白棋吧？对，白棋。因为先黑棋一挤。他不是挤，好像。挤的话，他还是回到这，这个扳是先手，他可以点到这。哦。对。你接上，我再挤。这样白的脚步是死的。对。这个你其实这个局部你可以看作白的搬掉是先手，然后黑棋怎么下的一个问题。对。因为你是不能搬这个的，刚才我们已经给棋友们介绍过，搬的话白棋个扑。你提是没意义的啊，提是后手，就是提我补完之后你还要补回去，这我要吃的。这地方可能再给大家加深一下记忆。好，打吃黑的是必然要在一路都吃了。对，这样接上。假如是这个棋形，局部白棋是死，被黑棋杀死的。但是白棋扑黑的提之后呢，情况就产生变化了。对，对，这样是一个有眼杀。白棋这个子相当于是一个副作用。对，那绝对是副作用。自撞了一气。是。所以呢。也几乎可以看作白棋搬黑棋吃，这是先手。如果这样的作为一道题目出给大家的话，就很容易了。就是应该不会去挤了，就会点了。对。所以说叫吃的时候，这个时候白棋是接不上这两个子的。那么这里是黑棋是有一个眼。是。那么以下第二个眼呢，就在这里。吃的时候黑棋现在是补回来。然后白棋做一个交换。对。黑棋做一个交换。这没有啊。这没有，对。黑白棋还立。立。
因为这个地方不利，被黑棋搬在这儿的话，你要在这里做活，实际还没活。嗯，虽然说是做活，实际还没活，还有一个劫，还保留一个劫。嗯，所以白棋是需要补的，补在一路利。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黑棋这块棋的生死的问题。对，这半个眼，这半个眼。其实现在黑棋是黑棋只有一个眼，对，黑棋这里挤基本是先手，是先手。那么他挤当然很亏，里外的交换，按说呢他应该是提掉。提掉黑棋就活了。对，这个想活棋还是没问题，没问题。不过呢，这个地方因为这个顶是先手，嗯，这个地方黑的出路以后也不是很畅通。如果说他实战这么提掉啊，或者说这种交换吧，啊，交换一下哈，交换啊，交换，这是他的权利啊。嗯，这样子形势怎么样呢？肯定是战线漫长，但是白的。白的还稍好一些，或者把这些都可以，他的权利。哎，这个便宜吗？不便宜，不便宜啊！不见得，肯定便宜，是吗？这种次不便宜啊！因为白棋是这个是先手嘛，嗯，本来不是还是你还是可能有加的嘛，还有这种对对吧？但是你如果找些机会，你走掉的话，嗯，那么这个地方黑棋以后走起来是单拐出来的。嗯，这个头软一点是吧？对，软一点，软一点，不一定便宜。嗯，当然，有些时候当然也是便宜的，就不好说。嗯，可以先保留一下。不下的面比较大一些。如果这样进行，是不是黑棋觉得不太满？对，不太满意。不太满意。实际上战线还很长。还长。或者换句话说，黑的应该就是应该这样想，觉得比他实战的要好。肯定是要比实战好的。实战因为全死掉了。应该是，实在是没有，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棋竟然最后会，这后来死的好像下到这里的时候死的还比较干净了，是吧？对，不然这真的黑的就从这时候就开始就走上了不归路了吗？有机会活吗？不知道，就没机会活了。不知道哎，我们可以看看，边摆边看看啊。他是顶一下，对。他是拐出来，嗯，对吧？冲，当然，你现在活的话是挡住是活的，对，挡的话他应该是断，他如果断的话，给你这个提掉，这是活的。但是，这个肯定不能考虑，还不如直接提。对对对，所以他肯定会这样。然后冲，他又冲，嗯，啊，这个时候是可以活的。哎，对，曹老，这个时候他能。打了奔了，不是打他不接啊，哦，他不要了，接他打了奔，他就反打了，他打这个，对，这个很糟糕的，这个跟不归路也没什么区别，也苦是吧？被你还得再走一个啊，对，不走这就叫这也是刚才我们说三言两座，三言两三个对，三言两座实际上是指的是三个半言。三个半个眼，三个后手眼，三个后手眼，对，可以，你要走的话是可以做成两个眼的，对，就这个棋形，这地方半个眼，半个眼，半个眼，是，嗯，但是这个地方，他还得，反正不管你是活是可以活，哪个后手眼，你得走一手，他活，他可能还走这个吧，看着这个打吃，对，不过这个棋，那还不如当时直接提呢，对，不如，肯定不如，所以。这个对黑棋来说也是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对，所以他肯定是藏的。那是不是这个藏了之后就是真正的真正的不归路呢？对，看看我接着吧。还有归，还有归，还有归，还能回头啊？就是不是回头是这样呀？你现在提掉肯定是回的。嗯，提提我肯定要藏在这。提的话打是先手。对。他现在啊，他现在先刺眼了一下。现在这个这样子没有的，现在他刺了一下。嗯嗯，就是现在提是活的。嗯，但是亏比刚才直接做活还更亏。嗯，所以实际上呢，真的是可以说黑的棋从这手棋开始是走上了不归路。对，因为你不可能这时候回头。嗯，这个回头像什么话，对吧？不像话的。这口气是绝对咽不下去的。
如果刚才我们摆了几个变化图，都虽然都能活，但还不如最早直接就提一个做活。所以他就是一直就是对不想那么委屈的活。就是我们也其实恰到这儿也能想到能够去感受到黄岳松当时的心情啊。嗯，虽然一路上也都有回头这个活棋的机会，对，但是这个付出了成本啊，就觉得已经不能再回头了，是只能是。一条道走下去了，他想活在对手的空里。嗯，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活的方法，我觉得。他实战是拐了跳哈。你觉得这个行吗？这个也不像行的样子。就是说，现在曹老，如果说现在再提的话，白棋还会粘吗？你问这个问题是吗？那我回答你，假如粘呢？那我是不是先交换掉算了？这样的话多一个打我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在哪里？不太想拐这个地方。他因为走这个啊。嗯。走这个我看他跳过来还是依然非常苦。因为这后来拐了以后被他这么一飞起来好像是有点不好办啊。这个也不好办。这个也不好办。尖呢？尖。棋形有点。尖说不定还可以，没什么。尖也许比他拐要好一点。棋形是太难看。对。跳。跳。好像也不大活吧，这棋怎么活呢？看不出是怎么活的，都很苦啊。并吃一个怎么活？不活，只有接，没有别的想法。这是这个，再翻就顺下来，捋下来就行。这肯定这个不行啊，这个白棋太黑棋太惨了。那这个好像没有行的呀，因为这地方有垮断。我这种有没有？啊，这种本身你就挺苦的，这地方搬了断，嗯，我把你这个吃掉，你或者我单长，嗯，狠一点是单长，这样，这个倒是有你有可能能够行，打次你跳出去，对，这个打是先手，对，那我看看啊，啊，你先提一下，我如果来的话，确实有点不一样。不绝步的话，从摆起来的时候，他也已经不亏了。对，他把你这两个吃掉，也已经不亏了。就白棋的选择很多，对，就是白棋可以吃，也可以这个让你苦活。对，让你苦活。对，白棋的选择，这黑起来的时候，他的选择是不能苦活。对对对，嗯，白棋是有很多余地的。这个白棋这一代收获也很大。对，对他，像这种是不是就够？就基本上白棋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嗯，是吧？白棋在这个攻击当中过程中，是的，除非是就是把自己吓炸了，但是也不太可能。我好像可以外搬，你还是非常苦。外搬的话，我就顶这个，你这个棋很苦啊，还是挡住？挡住。挡住倒也很，也许这里能有个眼。这难受的很，痛苦。不好办啊，也很痛苦的，好像不太行了，还是，嗯，这个被飞，说不定也要被飞杀，这个，啊。飞这个还会行啊？我这个尖住先手吧，然后一随便冲了，好像是不太行，黑棋。对，没有好的下法。提的时候，看实战吧。啊，是这个咱两个没交换，还没有，对，这两个没有交换。实战不太行，确实。对，实战。那拐。实战被这么一飞，好像。嗯。很难受哈，而且白棋就不用动脑筋，白棋就是正常下就行了。嗯嗯。按你刚才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走了这个断这个？但你心情变坏一些。嗯，对。
系了，对，关系那不如断这个关系，其实关系不是太大，我也其实也可以这么想。哎，那我是不是好一些？我好是好的很有限了，就是我管差不多。那我就是省了一个这个班。哎，对，省了这个班一定好吗？也不见得。那我，没眼，还是没眼。就是我顶的话，这边冲。对，是，所以可能也差不多。我黑棋真要下狠手的话。哦，白棋在下横手的话，黑的还是又被杀，稍微好一点，少交换一下，但是对做活有多大的帮助不知道。不是说不定对做活有帮助，说不定还是这个好呢。交换的好，你不走的话，我可能还可以外边挡你，有可能。啊，你说这个白棋黑棋这一交换，可能说不定便宜了。对，这里不是有。哦。不，当然，本局是没有用上。有些场合下，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不是可以有加出去的吗？加出去就比较厉害，但现在这个场合是，因为它气不行是吧？它立的时候摆在这里，实战是这样。嗯，我们还是再把过程再好好放一下。它是这个飞，我们其实现在是在帮黑棋在想想办法是吧？没想出好办法，好像没有看到。他现在走这个冲断。就是刚才曹老说这个扳断是吧？差不多。就是黑棋白棋。我这样吃你的话，走这个也。走这个也可以，或者说白棋这么吃。这个也可以。可以，这个大概是要给你活了。哦。因为这个是给你活的。打吃。接上。接上。这个冲掉。对，这是。然后比如说就算你飞。但是你现在这个是提一个就可以活了。这里这个要出来了，打完靠。但是你这期形势也是，黑棋也是不行的。黑棋当时没有直接做活，这一串走出来没什么意思啊，实际上是吃亏的，是吧？对，没什么意思，并且的话，这个图，真你要这么下，白棋真是要来吃你，长这个也可以吃你。跟后续其实对没什么区别，没什么变化。那么，所以我们来看它的实战。实战它就是，它飞出去，那么白棋冲断，它还叫吃，还不是先冲？其实对，它叫吃，叫吃了再挤。这里主要是黑棋，白棋实在太厚了。对，白棋是太厚了。黑棋是不是挡一个能够活呀？搬一个，挡一个。棋谱怎么出不来了？这个挡一个就能够活，好像。啊，不过挡了活，这边先手还是死，不活不行。白的这个是先手，白的这块棋是活的，那这个样子啊。这样子黑棋就不好活了。黑棋这个是死棋，然后连扳的话呢，它有个点，这个特别讨厌，一点也是被禁杀，所以后来他只能是立这个，立这个呢还是很要命的，是因为这一带气井啊，黑棋的这个家不能成立。对。白棋可以下来，这个先顶也行，反正一样的，顶完一下来。这个只要度过的时候带响。对，这黑棋不行，不能走这个，也不能拐了我一长，眼位不够。所以他实战后来是跳。对。跳的话，其实还是相当的勉强黑棋。白棋盖住，黑棋拖，没棋下。长的话，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怎么样，这去扑两下，它都死了。对，扑掉了。扑掉，这个也扑掉。这个也都扑掉是吧？对，这个也扑掉。对啊，这都这个扑掉也扑掉。对，这个让然后一挡，一挡就完了。这一串都是接不归。对。这个你就不能冲了，一冲一挡你就接不归了。对，你粘的话，对，全是假眼。是，所以这棋是不行的。对，黑的太苦了，这
那些黑的后来实战是走这个，白棋也是下的狠的，白棋冲，挡住，白棋就是说、这个、简单的这个是劫，对，这个劫他都不给你，不给，不能给他这个劫，他是外搬，挖劫，就是说其实白棋这里他觉得没有什么难度，一点都不复杂，他看得很清楚，对，然后他扑掉，劈掉，再一虎，这里呢看起来是不行了，对，看起来外边呢是有头绪，对，但是可惜黑棋自己的气太紧了，是，这个地方还是很顽强的，还是先搬一下。但是没用啊，叫吃，不，还走完了，还要先顶掉。我们这之前这个就忘了，对不起，又忘掉了。对，这个是交换掉的。对，这个、是这个也交换掉的时候，这个也交换掉，这个先提。前面交换了。跳之前，黑棋跳这个之前交换掉。然后后来又把这个交换掉，这个是黑的是。还算是次序下的比较对的地方，然后就像这样的话，他这个顶一个，虽然是个打劫，但是这个劫黑棋打不赢，毕竟黑棋负担太重，一输就不行了。就这个劫是黑棋一手削不干净，削不掉是吧？两手劫相当于。对，然后他提掉。黑的是这里走一个是吧？对，这个是一个，这个是黑棋的劫材。黑棋是先打成这个。打成这个，对。提掉。提掉。他顶了一下。是。是吧？顶的时候，顶的时候他走这个，因为他找这个劫材不是劫。他走这个是为了提在这的时候走这个，我就给你活了，我把你提掉，你走我就走一个。对。他是为了制造一下劫材，制造一个劫材。现在白棋不肯给黑棋先手活，然后白棋再接受，黑棋提，其实他也是黑的也是没了，不好办的。然后现在这个是个大劫材，粘上，提掉，但黑的应该是理走这个理，这是最后一手还是有一手？还有交换了一下，那提就才没有。对，就黑棋下的白棋其实思路非常清楚啊，你看。白棋的下法，然后再提，对，这是最后152手的最后一手。因为他再找劫是可以找一个，再提回来。提回来，白棋现在黑棋，我们看黑棋可以找一个，还有一个劫，有一个劫材，然后提过来。我们刚才说好像是不是冲一个？可以冲一下就行。冲一个是不是就行了？这边其实黑的还解消不了，关键是消不掉这个解。黑棋一手还解消不了，你打吃，我可以接上。其实不接，当然白棋赢很多很多了。就如果是这样转换，也白的赢很多。对，不用点目。何况还可以接，所以这棋，白棋投子认父也确实是为时不早。虽然这个总的来说时间进行的比较快啊，对，但是棋局下到这个阶段，应该说是无力回天了，是吧？是的。白棋最后一手提，就这盘棋，顾子豪赢的还是比较的漂亮的啊，对，很顺，还是发挥出了他的风格吧，对，并且也发挥出了他的水准，可以说。但反过来说，黄云松可能。稍微差一点，对，我老是耿耿于怀于黄云松这个左下角的这个定型，总觉得黑棋太不好了，被这里唬下来，是吧？对，是的，好，那这盘棋呢，顾子豪战胜了黄云松之后，拿到了本届阿含同山杯的冠军，对，也是在此呢祝贺顾子豪啊，并且呢也预祝他在后天这个中日对抗中呢，最后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是的。好的，那今天感谢曹老啊，做客演播室哈，我们一起来欣赏了这个阿含同山的决赛。是，那么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再见。